山东济南府员外郎宋文强之女，宋氏宋云威，年十六，四川成都府左庶子徐刚之女，徐氏徐天娇，年十六，湖广永州府吏部主事杨春之女。最后一幅画的女子容貌不俗，杨氏朕很喜欢。年十八，是个喜庆的孩子。浙江嘉兴府户部清吏司宋正之女，宋氏宋绿衣，年十七，京城主簿林相石之女，林氏林少春，年十八。妾参见皇上皇后娘娘。平身吧。谢皇上皇后娘娘。都把头抬起来。这位秀女，你的脸是怎么了？怎么肿成这样了？回皇上，妾自小有春雪，遇热便如此。只要远离花粉，休息一阵子，便能同花下上一模一样了。春雪，那对什么花粉最忌讳？回皇上，妾对所有花粉都忌讳。太医将他的脸治好便罢了。嗯，皇上，妾不敢欺瞒皇上，妾自小便看遍了所有的名医，都无药可治。这么好看的脸蛋儿，却有这种病症，怕是与皇上无缘吧？这宫里四季都有花，若见不得花粉，那岂不是连门都出不得了？若遇到花，就这样。皇上想日日面对这样一张脸不成？咱们还要等多久？多久都要等。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能认出来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能认得你。不知道玉楼这些天案子断得怎么样了，咱们去瞧瞧。姑娘对四爷果然体贴。这四爷真是生了不忌，林姑娘都是那样他要。这正是玉楼最令人钦佩之处，心如磐石，只对一人钟情。可四爷不会一辈子喜欢这样一个猪头吧？只是犯了花粉的忌讳，不打紧的，几个时辰自然全消了。
他定是知道玉楼为他父亲洗清了冤屈，所以拿这个法子逃出宫来罢了。这样一来，姑娘和四爷彻底无望了吗？他为父申冤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既舍得下玉楼，可见他对玉楼的感情远不及玉楼对他。日子且长着呢，现在定夺为时过早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。下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还没到呢，别着急。来。你看看，可还是你记忆里的模样。陈秀列张，日月盈仄，陈秀列张。少春，小雅，拿去吃。可惜你是女孩，若你是男孩，倒还能为父申冤。小姐，林家待我们不薄，就当报恩吧。皇上将宅子赐还给你们了，常嬷嬷也记得各处的布置。我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劲儿才弄成这个样子，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难怪近日常不见你，原来你在筹备这些。真是难为你了，瞒得滴水不漏。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，一并说了吧。跟我走。